穆老师，你这提的是什么呀？我买了些花肥，想让那些花该施肥了。怎么，不请我进去吗？ 穆老师，你最近天天这样，你是怎么了？难道我追你还不够明显吗？穆老师，你就别再消遣我了，行吗？咱们做朋友好不好？你能和太傅在一起，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？ 穆老师，当初你出车祸的时候，我真的又心疼又难过。只要能让你好起来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咱们都变了。我只知道。 我不想再踏入那么复杂的感情里面，我真的有点累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陷入复杂的情况，也不会让你再累了。一切有我。不是，我。 穆老师，你是我表演上的老师，我除了尊重你，其他的我还没有想好。行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告诉我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可以吗？ 听说这是你的日常必备，希望你喜欢。公主这几日拍戏一定十分辛苦，臣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的净颜泥，还有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来，在组里拍摄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 这是我试着做的小点心，你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这么多好吃的，来，好吃。